据日媒报道，犯罪美军机场转移至边野谷地区的玉城德尼获得了冲绳县知事选举的胜利。9月30日，关系着驻日美军的普天间机场是否可以转移至边野谷地区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投票正式开始。由于前任冲绳县知事兵光长志雄突然去世，冲绳知事选举被迫从11月提前到了9月。事实上，此次选举是在由安倍政权全面支持的，支持机场转移的前一耶湾市长佐喜真纯和反对机场转移的前众议院议员玉城德尼金一之间展开。选举结果将对美军机场的转移计划产生巨大影响。冲绳岛面积不到日本国土面积的1%，但是却驻扎着大约 2.8 万名美军。长期以来，驻日美军日常训练制造的噪音以及美国士兵带来的事故犯罪行为一直困扰着当地居民，而日本其他地方的政府却拒绝分担冲绳的负担。已去世的前任冲绳县知事兵光长志雄就曾立志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撤销前任知事签署的危害造地许可，并与日本政府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诉讼。此次获胜的玉城德尼是日本政治家、演员，其父亲是驻日美军陆战队士兵。玉城德尼曾任众议院议员以及自由党干事，掌监国会对策委员长。玉城德尼在选举中曾强调自己是前知事翁之强雄的继承人，明确提出将会阻止美军机场转移至边野谷地区。编辑 WDQ。